遇到突发情况，记住保持冷静，立即使出应急三式。熄灭火，学识正确使用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，留意摆放的位置。熄自救，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，提供社区生命支援。电击。熄逃生，预先计划逃生路线，疏散到安全地方。应急三熄，任何人都要熄，一起去消防处网页学下啦。